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玩星之卡比，咁有我同监制一齐陪你哋一齐打机，今次咧就打个第一世界嘅大佬。监制今次用几个大佬冇得用？系啊，冇得用能力嘅，咁我睇下用边个先，咁我用翻魔法师啦。做咩嘢唔用咗咧？好斋嘢。咁呢个咧，大佬喺 demo 已经打过噶啦，我睇翻之前我哋第一条片。我俾你打先，我在后面储气啊！我呢度打，会唔会死啊？大王，哇！几个大王会教好伤员喎？几个大王嗰个攻击，嗰个锤仔好劲啊！系啊，会教好多月落只大佬。哇！波树流汗啊！会教好多。哇！系喎，普通揼一下已经扣好多。又是跟大同埋用几个大王钉到，好，我拎到一个齿轮，几个大王钉到。啊，依、這个唔系齿轮，依、這个系个船长啊。只用个船长嘅，几个大王都赢到去。哇，超好用喎、啊！几个大王我都想用，但系一 P 咧就冇得用。几个大王同埋其他两个角色嘅。二 B 同埋四 B 同埋三 B 都可以用到。咁我哋翻翻去架船度。掉俾佢，装翻个船长落去啦。哇，咁低嘢好似招人假样变定假样。喂，装翻啦，搞掂。招人系假样变真嘅，招人。咁我入翻去博士嗰度啦。太好啦，啲船长终于翻翻我嘅架船度，多谢你卡比。继续收集零件啊！有冇收集能源球体啊？哇，咁多嘢！收集咗之后啊，咁船入边咧嘅坏嘅门就可以开翻。咁原来咧入边就可以开依个公园嘅游戏，可以小游戏。买嘢！哇，仲有好多嘢买添。呢啲都可以用零件嗰啲买嘢。哇，越来越多。哇，有一句五蚊。挑战框架系啊。咁去咗五蚊嗰度先啦。咩话？你已经收集咗十三个，好犀利啊！五蚊嗰个啊。咁啊，开咗右边间房俾我哋。哇！到咩坏咗？打边个嘢？我嚟睇下先。去五蚊嗰一个。右边有五蚊，用剑。我要五蚊嗰个。咦？下边都有啊！睇埋下边先。下边呢间房，咦？呢度就可以买 mini game 嘅。唔高意。睇埋先，睇埋先。去啦。寻找呢个图书馆。呢、这个就是之前玩的游戏啊，下面仲有，哇，好多 game 喎、啊，全部 game 都有。忍者，哇，要115喎、啊，飞镖。行近啲啦。咁我系试咗嗰个剑先。行呢边。呢度仲有几多？哇，好多，全部能力都有得玩。嗰个咧。20蚊我系未有，得11蚊。11蚊。咁我系试下个剑嘅，赢咗可能有奖品。我冇得。但系呢个得一个人挑战你，咁啊交俾我。几个大王几跌得你？几个大王冇得玩，因为呢个系卡比能力，要切断绳啊，咁啊过关。咁如果几个大王换单加俾我二个人玩啊？都系得一个。吓，两个都系加俾你喎，系咪只赚一个玩咧？一定系一 P 玩。一 P。二邊別用咗呢個真啲加比喎，點解唔俾二邊玩咧？哇！擺住啊，一邊擺住一邊擋住佢。哇！簡單嘢一邊，哇！下邊有嘢呀、啊！喂，拎唔到嗰嚿嘢添，得一下拎住。第一次玩就咁上下啦，咁之后要玩多几次会好啲成绩嘅。戒指啊，系戒指上边，戒指嘅，戒指啊都话系，咦有单戒指喎，呢啲都戒指，系单戒指嚟喎，咁边边好，中间啊，但系两边都冇。
咦，嗰度有嘅嘢，嗰度开唔到嘢。好，嗰边嘅系啊，嗰边好啲。好靓啊，嗰边。哇，做乜？哇，全部都系好犀利。哇，哇，最尾嗰度哇，交真啦。咁啊，今次又是但玩啦，有呢个7800分，我有铜牌。我打丁都跳起大啲啦。咁有啲策略嘅，咁啊，我试多次先自己。好唔好？再玩多次。咁啊，今次个成绩就好啲，有银牌，都系食少咗一个金币，所以拎唔到。咁我迟啲自己慢慢再挑战啦。诶，咦，咁又拎咗，原来有奖品嘅，咁啊之后慢慢玩。行去呢边。咁啊，行去左边望下。行去呢边啦，呢边已经有。左边呢啲就未有住。一开头嗰个唔系呢个嚟嘅。系啊系啊。咁买嗰个啦，买大全部佢要一個。咁我哋出翻去世界地图。喂，我想入去买单嗰、那个。咁咧就多咗呢个第二世界，第二世界都唔知几时玩。咁我哋睇翻呢个咧，我哋已经攞晒所有嘢，咁啊，我哋都入一入去望一望。嗰个段会唔会变咗紫色咧？系啦，咁咪有紫色，应该系爆晒全世界咧，咁就可以打一次。咁我呢条片咧就未完住，咁啊去埋另外嗰个魔法乐啊乐园。吓？点解要去啊？达佬。嚟到呢一度，呢个系某个时代嘅某个世界故事。某个人旅行魔法乐啊，制作咗啲同朋友一齐玩嘅主题乐园，可以四个一齐玩，仲有好多嘢添。我哋一齐玩炸弹嗰游戏啦，不断。呢度可以玩晒全部 game， 我睇个样系。要俾钱、啊？咦，欢迎嚟到啊！呢度咧有好多 game 可以玩嘅，好正啊！全部都系我整嘅，又可以吸印仔添。咁同 demo 咧就一模一样嘅。有多咗其他咁啊，会有送面具俾我哋啦。哇，多咗啲面具，咁梗系可以随时换面具，换有啲新款嘅。我几个大王面具，有两张券可以换两个人。隔篱已经有呢、這个。枫树大药嗰个已经嚟咗，一起玩，打低个大佬入咗嚟呢度，我拎佢个面具。点解都可以赢到？咁应该之后所有大佬都会加入噶，咁我哋睇下有啲咩玩先。我等你。有十亿拳。玩炸弹。接鸡蛋。嗰个炸弹。刹那一刹斩，一刹斩，逃书。跌落街，打炸弹。呢、這个人质，咦？呢度有隐藏嘢喎。找到隐藏的东西送东西给你。哇，五个人。加到哪里？加比即刻找到喎。第一次完成任务，不愧是卡比，完成多些东西就送多些东西给你。有总共100个任务啊。哇，有排玩了。好似有一点个走去这边啦。看看最高先，最高应该有可能有些东西是吧？没有。下边嗰度咧，下边嗰度依度冇啊！依度有一个骑猛击骑乘呢个棒棒枪啦，一个快枪手卡比咁啊，有呢啲游戏咁啊。我想玩对面嗰、那个，再望下有冇隐藏嘢先啊！兜个靓圈，都整得几靓啊！一个乐园。好，咁我哋玩一个游戏啦。监制想玩边个？咪系左边打炸弹系咪？唔系下上呢、這个？唔系隔篱一嘢。咁我同监制玩一个难易度系弱嘅，掉落惊震。我最憎你玩呢、這个。咁 A 制就可以咧，前面咧全部嘢咧就烂晒，边个就快跌落街就输啦。我帮你打死人。唔知边个企喺嗰度先？哇！哇！
喂，我打低晒电脑先，好唔好？好。喂，你系咁打我嘅？喂喂喂喂喂！你又唔走鸡？啊！哦！医生，我净系当到嘢冇名字。哇！啊！点解会跌到入街啊？哇！冇咗一忽。又缩晒，哇！点解会跌到入街？咁啊，最尾咧我又赢咗。点解会变成街咧？最高纪录就系星之加比，我呢只啊监制啦，第一次跌落街。我想再玩多。跌落五个人嘅以上，咁可以玩普通啦、强又咪很强，咁啊仲有好多唔同难度嘅，咁啊。玩。睇下有冇嘢拎先。玩炸弹。咁啊，又多啲人，咁啊可以，咦？有埋啊！多个鱼的面具，后面还有一吸引玩炸弹广告。哇，有排玩啊！我要炸弹。咁同我倾下偈，睇下有冇人嚟讲先。炸弹。咁我哋望一望而家有啲咩嘅面具先啊！我唔单几个大喎。你多咗有依三个，我爱枫树先生啊！咁啊，今条片嚟到呢一度，我要唞一唞先。我哋下次继续同监制一齐玩《星之卡比》，下次再见，goodbye。